大家好，我是元佑资讯王耀谦，从事谷物系统开发超过20年，也辅导过上百家的客户。最常被企业主问到，如果股东之间的经营理念不合，可不可以要求退股还钱？或者是公司经营好不容易上了轨道，却开始担心大股东整晚端走？鼓励员工成为公司的股东，可是又不希望发给他们的股票转手就卖掉了。如何去寻找适合的投资人？公司的股权跟经营有多大的关系？这些和公司营运息息相关的问题，其实都和股务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为了帮助大家了解，快速的了解股务，元佑资讯设计了一系列股务 Level 1的线上课程，由我来和各位分享老板们必须知道的股务观念，同时也提供给股务人员和企业幕僚人员作为参考。